刚才心虚是吗？我觉得你特别危险。怎么说？心思缜密，滴水不漏，跟你不是一个量级的。等等，可你心跳得很快。我一直在等你做决定，可是我现在不想等了。我今天心情很不好，陪我。你知道吗？你不近人情的时候，真的特别招人讨厌。我喜欢一个人，并且他也知道，他也明明很在意我。你说你这么危险，万一我喜欢你，喜欢的不可收拾了怎么办？那就不要收拾。以身试险，从此以后一步都别跟我分开。遵命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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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